是哦。对，怎么说？高明对不对？之前的短片辅导金男主角其实是吴镇宇。哇塞！是，我有演过男主角很久前。所以真的，我的要求是要把我拍得很帅，像韩剧一样。高明导演一直以来他始终如一的一个风格，就是他很敢用演员。他敢找我们两个当男主角，够敢的吧？架势很好，很棒啦！哦，哎，恭喜各位了，完成这么好的作品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刚刚没有拍到大合照，我们先收麦，先拍他们六位，来，请先收起我们的麦克风，先来谈谈我们第一组的主创团队。好，有请，来，六位一起看向往我这边移动一点点。好，一起视线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。好，中间。要不要摆一个比较个性的 pose 跟表情呢？活死的感觉的，他点带一下，他点个哎、欸，哦，今天穿那么帅，然后扮个活死的，哇、哦，很像哎、欸，哦，不愧是男一号哦，来，一起看看左手边，我怕你家脖子抽筋呢、欸，我保证了，等一下还有合照，还有最后很多环节，好，各位看看右手边活死各位，来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是十月九日全台正式上映，由华语乐发，请大家多多的支持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中间我们再金奖组合哦，哎，四位请转向右下角的摄影机。因为时间关系，让我们都流程，最后我们再特别单拍好吗？感谢各位的媒体朋友们多多的包涵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们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泽。欢迎邱泽。接下来我们也是金钟影帝，这次双料入围金钟的龙少华，龙哥。早上有看到啊，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啦？好，好，刚刚媒体朋友们来了，谢谢，大家辛苦了。是，欢迎龙哥。接下来欢迎的是这位是姚以缇先生小姐，小姐，一人分饰三角，现在有点模糊了。欢迎姚以缇。嗨，大家好，是姚以缇，谢谢你们来。哦，现在听到你声音真的很不习惯。是我，谢谢。OK， 是个挺 OK。接下来欢迎是皇帝啊，剧场王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迪黄迪阳，请多指教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觉得这是目前看过最荒谬的剧本。当时那个剧本的原型其实就已经，就是你在看每一个情节的时候，你都会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。是。那包括那个时候跟导演在讨论，就是豪小这个应该呈现什么模样，然后到比方说。全程台语或者是里面的表演该呈现什么样，我们花了一段时间讨论。是，有没有哪一场戏你印象最深刻的，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哪一场最难忘、最好笑的？深刻。对，那个，对，为什么到底那个时候要全国？你自己讲的、哦，好像有点搞不太清楚。那个时候主要就是我要拍，因为那一场戏有改。我本来是要拍，本来就人掉在悬大楼的边缘。哦，对对对对。但是因为拍不完了，然后我们会改成在冷冻库。我们要增加那个好小，我们要让它温的，对，要让它够冷。嗯，对。那时候在讨论服装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有看过那个，哎，蓝波吗？以前顺便帮别人打片片嘛，对啊，西游记特龙有一场在那边冲屁股，说反正要在讲，看起来就很冷。对，就是要增加豪小的那个被拷问的困难。对，你挣扎过吗？就这一场导演不好吗？全裸呢？我身材太好了，我怕吓到大家，这样有没有？是没有，但是他就说一颗镜头就好，全景。然后我会把它清场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现场才稍微协调一下，决定要怎么拍的。对，谢谢你的牺牲奉献，我相信到最后很多人会买这个江湖男生的蓝光，然后截图定格，然后大幅输出，哎，然后不要把钱这样子，因为实在太 sexy 了，完全是一个写真集的这个范儿哦。谢谢邱泽，谢谢。好笑，最好笑的一场戏，跟我们分享一下，龙哥。我不搞笑。你里面超好笑，你真的假的？完全真的。对，有什么好笑？有好笑的就是那一场，跟他在车子上面猴急的那一场，赶快脱光跟他做爱的那个。那是我第一天在现场见面。哇！然后我们两个又不熟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拍那一场我自己有先练一点啊，因为
我有吸烟嘛哈，那个味道会比较重，我都喂他，哎，你也吸一根吧。他也在喂他吸烟这样，那一场拍的还蛮顺利的，哎，真好，叫个美女，满意吗？不可控哎，大哥。是。龙哥他偏心，是我们有些亲密戏，他会在身上抹香水，就是在近距离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的味道。对的，对的，我也觉得那个个人那个道德观念哦，应该对不对？不要把臭味留给别人的，别人受不了。如果别人的臭味给我，我也受不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味道还可以吗？哎。龙哥这次很牺牲，还有不是你看我的表现你就知道了，笑而不答。哎，对，好，龙哥这次很牺牲呐，谢谢。男女通杀，严正国还对你说那句话吗？还有一场是让我这个受到很重的打击。哎，怎么说？那场就是，好像是 ending 的，变成僵尸的，然后要化的妆又不一样，然后做特别妆，然后眼睛呢弄那个隐形眼镜是看不到的。那整个晚上是一定要有人来走路，然后我才能走路。辛苦。那一场我就发誓，我拍戏干嘛呢？我不拍戏的。你看导演都腻了，还不谢谢龙哥一下？我先一直在跟他感谢。真的好。对，那天真的很辛苦。对，整个晚上是动不了的。哦，整个晚上还拍到天亮。不过的演出呢，谢谢龙哥，了不起哦。但是辛苦总是有代价。真的。大家看出来了。对不对？嗯，好看，成品非常好，那好看。谢谢龙哥。是。那我们请怡姬来聊一下，刚跟龙哥对戏的感觉，你们很多场戏的互动哦。对。聊一下跟龙哥合作感觉。但龙哥一直在现场是很幽默的，所以也不会让我觉得很别扭还是什么的，所以还蛮快就可以达到导演要的东西。导演达到我要的。但你这一次一人分饰三角很不容易，既是大哥的女人，又是尸体，又是跨性别者，你必须揣摩的，好难哦。我觉得这个大哥女人蛮难演的，因为不是你们觉得那种很酷、很有地位、很有权威的，她就是一个很强的虾妹。是，我是这样去做设定的，然后又可以看得出她跟大哥之间的真爱，所以我自己这点还蛮难抓住。是，那我好奇你这个金马奖要报女主角还是男配角？你自己怎么说？我觉得绝对是男配角，不知道规则上不能有那种碰一下。那你现在用试着用最低的声音跟大家说谢谢。谢谢大家，真不认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剧场王子黄帝阳，很厉害呢。第一次主演的电影长片，表现非常好，跟邱泽默契十足。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，帝阳？我觉得最大的挑战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黑道，但是又有导演天赋的角色。然后第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吃槟榔吧。因为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到拍完大概吃了三个月的槟榔，然后天天都在吃。然后拍完之后到现在看到有人桌上槟榔还是会拿一颗来吃一下，戒掉槟榔。是那跟邱泽影帝搭档的感觉如何？我觉得学到非常多，而且很好玩。哦，印象很深刻就是常我们两个会想东想西啊，然后一个方式就是会想不同的招让对方笑，比如学成龙啊或什么，然后导演常会面临选择障碍的问题。哇，有意思哦！谢谢，辛苦。邱泽有没有补充一下？就跟阿迪第一次，这第一次搭档吗？你们是第一次搭档，感觉如何？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我们两个会延伸想法，就是不管导演会不会采纳，我们会先准备好几种有趣的方法，然后再因为导演会在现场忙嘛，那我们两个会在私底下就是在那边玩，或者是针对剧本的桥段，就是一直讨论，一直讨论。然后再问导演说这个可不可以，那个可不可以？尤其是我们两个在碰到陈汉典的时候，憋笑，憋笑会完全内伤，就是笑完再演。嗯，陈汉典有时候很多东西都变卡通，是不是？要再把它拉回来调整一下，变成是那个整部片的调性，对不对？再次谢谢高木先，各位美女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英宏。耶，英宏，这次你看了《江湖男士》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创作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，你哪一个桥段印象最深刻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MV 要、哦，电影《江湖男士》电影就你说哦，正拍摄。今天主角是《江湖男士》电影，我觉得每一个桥段都很印象深刻啊。然后我刚刚因为
我是先看了电影，然后今天真的看到每一位本尊的出现，就想到很多才子，像那个汉典哥说的，对那个上司干掉的那个，也在讲，你没跳过就跳了，这样骂出来，然后那个三字经，非常的让我崇拜，那个跪靠非常有。嗯，对，是不是很想要加入这部电影的演出？所以在 MV 里面才演了一人分饰三角，来介绍一下自己演出的过程。也是跟高明合作。对，这个这是算是我们有先跟导演讨论，然后导演帮我圆了一个梦，就是我一直想要渴望能够从事酒店经济或是酒店少爷的职业，但因为在现实生活做不到，所以我觉得电影的美妙之处就是它可以让你体验这个角色，对，所以我就体验了一个是酒店少爷嘛，然后举蹦的这个算是 bongman，然后跟一个这个算是黑道小弟这样，有点菜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反应，就是去仙人跳人别人的那个事哦，对。那我们来问问高明导演，居然演的怎么样？下次有没有机会当你电影的男？非常敢勇于冒险。是，因为那时候跟他聊 MV 的时候，我本来一直以为歌手会有一些包袱，是，没想到他超喜欢《人间一语》系列，经常都有在关注，尽量往那个方向发展。好，期待哦哈。吴昕呢？上次谁在上他的啊主唱电影主题曲演员，然后这次又再度合作，也期待林依红凭这个歌曲再度得金马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无经验可嘛？是，非常好，好。三二一，请揭开江湖男士的特质，折伞。江湖男士，只怕你不是玉兔，十月九日欢迎来到高雄电影。江湖男士，话题越战越旺，票房冲红。中金马双料入围，非常厉害。而且戏中不是说要冲奥斯卡吗？的确，他的前作也是要冲奥斯卡。那这部电影更有希望，我们敬请期待《江湖男士》有更多的效应跟话题发酵出去，请大家多多的支持。好，邱泽这一次完全不邱泽，完全突破的演出。刚刚他自己也有说了，他有一场非常大胆尺度的戏。十月九日，记得进戏院欣赏《江湖无难事》，又是邱泽最新的代表作品了。恭喜邱泽！OK 吗？好，自己带了一个小道具，这个江湖男士，就怕你不是，来，好，是，很多的剧场跟电视剧的经验，就是第一次主演的电影长片，那之前有参加过《想飞》《盗密师》，这一次是主戏，大家身上非常的经验，演一个温戏，对不对？对，导演。非常有趣的一个黑道大哥，片中也有活尸装，跟姚丽缇、严正国很多对手戏，男女通杀，艳福不浅哦，很厉害。龙哥真的在片中非常会搞笑，完全释放的演出，令人期待。十月九日的《江湖无难事》，也预祝龙哥这一次金钟拿下。